当可了还是个小女孩，她的家是座大宫殿，她喜欢色彩和绘画，总会向过去流浪，聊到过去多成真，时间多时光的艺术家。弗雷斯科是他的大夫，斯卡利是他的专员，所以有恒星，有恒星，今天我们画什么画，和我们一起画出美丽的画，和海盗们一起出发吧。康佛米亚接去了王位，王国一片灰暗，他清空了不喜欢的艺术品，明亮的颜色不准留，可了讨厌灰暗的王国，他选择了离去，他带走教他辉煌的那本书，加入了海盗三人组，唱吧。有恒星，有恒星，今天我们画什么画，和我们一起画出美丽的画，和海盗们一起出发吧，和海盗们一起出发吧。蛮牙岛历险。这座小岛为什么叫做蛮牙岛呀？不太清楚，克里奥。可能这就是由来。确实听着很吓人呢。是非常吓人。像只长着尖牙的野生老虎随时打算扑过来。克里奥，别想那没用的了，行吗？弗雷斯科说沿这条路走比较安全，我相信的。我也是，走吧。我觉得刚才听到咆哮声时你有点怕了呢。怕？我吗？我一点都不怕。现在我怕了。在那儿呢，树丛里。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我怎么觉得自己看到了一只老虎。弗雷克斯没告诉过我们会有老虎吧？对，就是老虎。快这边，我们不是该走这条路吗？利奥，我们是在蛮牙岛上，最出名的就是凶猛的野生动物了，我想亲眼见识一下，你不想吗？想，当然想，但不是现在。那弗雷斯科怎么办？他可能面临危险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让他成为老虎的盘中餐。你走前面。野生尖牙老虎在屋子里呢，弗雷斯科，你还好吗？走开！你这只大花猫，我的朋友在哪儿？你好啊，朋友。就算你会说西班牙语，也不代表你可……等一下，这并不是尖牙老虎，看，这只是老虎面具，用木棍撑着呢。哈哈，你们好，弗雷斯科。刚才在丛林里咆哮的是你吧？原谅我，只是开个小玩笑。欢迎来到蛮牙岛，里奥、克里奥，这是我的朋友达瑞斯，是位面具制作大师，他邀请我们体验与众不同的海滩野餐的。安全吗？万一有野生动物怎么办？这里唯一的野生动物就是这些野生动物面具了。传说都是我们编造的，为的是不让康福米亚女王靠近，到目前为止还是很管用的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接受你的野餐邀请。只有一个条件，你们得戴上动物面具。我们得自己做吗？没错，就是那样。太棒了。我做个什么样的面具呢？绘画百科全书里有吗？克里奥，很多呢。书里写道，世界各地的人们制作使用面具的历史有好几百年了，有戏剧用的，舞会用的，仪式用的。别忘了万圣节也用。我现在就想做一个，跟我来。
面具，面具做面具，做成什么样都可以，什么材料都没问题，没人知道他是谁，可以做成一头什么的动物，尖牙一簇簇，脸上毛茸茸，你可以在黑暗走来走去，让每个人都听到咆哮声，做个小丑面具，红红鼻子，到处跳还可以倒立，做一只羽翼丰满的鹰，直冲天际，拍着翅膀满天飞翔，面具面具做面具，做成什么样都可以，什么材料都没问题，没人知道他是谁，来做一个魔鬼面具，脸的颜色非常绿，像个万圣节，好多糖果的鬼你，什么颜色都可以，就算会把别人吓一跳，戴上面具，我们不会一起，面具面具做面具，做成什么样都可以，做面具，做面具，他们做面具胆敢不遵从我的旨意，黑鸟定位，逮到你们了，里奥克利奥克兰克上将。康佛米亚女王，真荣幸能听到您动听的声。追捕军舰开往蛮牙岛，马上，马上出发，尊敬的。您刚才是说蛮牙岛吗？对，怎么了？但是那里有野兽，还有长尖牙的鸟儿。哦，真对不起，我真是没看出来，你不敢去那座岛吗？这个是，其实不是害怕，应该说是恐惧。我才不管，给我抓住这些可恶的海盗，把那本百科全书给我抢来。遵命，女王陛下。小子们，全速前进，目的地是蛮牙岛。干得漂亮，我们应该给斯凯利展示一下，要让他大吃一惊，他在海滩上帮我们做午餐呢。哎呀，我的鸡叫老爷。啊嗨，斯凯利，恐怕午餐不能做了，抓住他，快点。放开我，你们这群无理的随从，再碰我我就打折你们的骨头。出什么事了，船长？克兰克上将把斯凯利抓走了。快点儿，小的们，这野兽还没有发现我们。我们得救他。是，我们得想个办法。克兰克上将好像非常怕野兽，他更害怕的是康福米亚女王。弗雷斯科，你是天才。我可是英雄，要不然呢？你说说我为什么是天才啊？听着，别害怕，小的们，我就在你们身后给你们撑腰，我们得待在这儿，等其余海盗回来，我们要逮住他们。克兰克，是什么动物？狮子还是长獠牙的老虎？好大胆子，克兰克上将。康佛米亚女王，我要你抓利奥和克利奥，不是斯凯利，带他上岸。但是陛下，马上。好吧，陛下，把罪犯给我带过来。什么东西？
晕在那儿。快跑，快逃命啊！这回船上，自己顾自己吧。真是笑死我了。这就是我说的创意解决方案。好棒。是啊，南亚岛又安全了。这时候得来一次动物面具野餐。面具面具做面具，做成什么样都可以，什么材料都没问题，没人知道他是谁。下次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，利奥克利奥，还要把你们的书弄到手。面具面具做面具，做成什么样都可以，什么材料都没问题，没人知道他是谁，没人知道他是谁。